第十九课，停车。看到一位大婶儿，在狭窄的泊车位里，进也进不去，出也出不来。热心的青年主动上前为他引导：“再往左一点，就这样往后退。”“好，停。”大婶儿听从青年的指挥，好不容易把车塞进了狭小的泊车位里。但是他摇下车窗，冲着青年大声嚷道：“我是要出去，这下不是左右都出不去了吗？”